好，一跳出嚟嘅时候，美丽大师慢咗闸啊！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见到外边当家精选快啦，出边美丽全城啦，中间仲有川河专区啊黄衫嘅数内栏位置嗰边啊，五十五十啦，白鼻箍中档星洲司令，出边黄衫冲破栏关啊，内栏蓝衫咧仲有律师公会马林中间白鼻箍小刀锯木咧响出边啊强击啊，内栏位置大约尾五浅紫色衫，魅力之友啊，再有多少波斯剑客黑衫嘅，咁啊尾三位置咧绿色帽咧就我作主啦。 后边两只魔族雅谷同埋一只美丽大师嚟噶，好啦，过咗呢个1000米断处啦，前面带头嘅马咧就美丽全城啦，咁啊跟住第二位冲破难关啊，第三位咧仲有五十五十啦，第四位律师公会出边第五仲有川河专区啦，再内栏咧上咗好多，浅紫色衫咧仲有魅力之友啦，中档位置白鼻箍咧咁啊仲有星洲司令啊，出边绿色衫黄帽当家精选啊，再后边嘅马匹有强击啦，咁啊同埋呢只咧就小刀锯木啦，尾四嘅位置波斯。 剑客黑衫红帽掟出去噶啦，后啲嘅马匹咧有魔族雅谷啊，我作主啊，包咗落尾美丽大师嚟噶，好啦，斗到最后直路，前面美丽全城仲有一个马位嘅优势，再见到中间位置有冲破难关，埋边追律师公会星洲司令，外边上波斯剑客强击，最出咧仲有美丽大师，最后200米美丽全城已经抛离群区，抛甩咗3个身位啊，咁啊好有机会赢出呢场浪琴标香港一哩。 锦标好似神操咁翻嚟啊！第二名嘅马系强击，第三名川河专区，第四名系美丽大师喺外边咧都有机会抢到个第四啊！结果呢只美丽全城成功赢埋港队嘅第三关，国际一级赛千六米浪琴标香港一哩锦标啊！第二名有嗰只强击，第三名川河专区，第四名系咪美丽大师都有机会啊？马王美丽全城。 再下一胜，卫冕呢个香港一哩锦标，强击嘅跑第二，第三名九号嘅川河专区，第四名咧美丽大师，哇真系继续系咁犀利啦，当然啦，揿住翻嚟啊，今日不利放头，一样赢甩你啊，有质素就得噶啦，系啦，都唔好使你条跑道嘅，早段虽然俾人拎到三碟，冇问题，嗰只系捉住嘅，等你埋嘅，冲破难关啊嗰只。 哇！真系，始终啊，真系好有，即系马就高好多嘅，即系，所以放头都冇问题。犀利。